好了，宝贝们，起床啦！今天该是你们要离开家的日子喽。妈妈，我们好舍不得你哦。妈妈，明天啦，明天我们再出发好了。我肚子饿了。嗯，好啦，你们这两个不要再偷懒了。要吃东西，要睡觉的话，就要自己去找。妈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长大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嗯。以后啊，妈妈不在你们身边，要多小心注意。你们一定要记得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哦。我们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去逐一个自己的家吧。嗯，妈妈再见。记得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。这里有好多稻草，很适合让我来筑巢。哎，是啊，这么多够我们筑一个舒服的家了。大哥二哥，你们已经想好要在哪里筑巢了吗？嗯，对哦，这我倒是还没想到。哎，哎呦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这里这么大，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好了。可是妈妈说要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啊。对对对，妈妈说的对，要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。那我们何必那么辛苦的自己来筑巢呢？嗯，可是不筑巢的话，我们要住在哪里啊？这，你看那边，我找到我要住的地方了。什么？什么啊？你们没看到那个黄黄的吗？黄黄的？嗯，哪有啊？可以住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这不但可以住，还冬暖夏凉，防水防风呢。大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也要来找一个。嗯，可是这个，这个可是什么啊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是我先发现的，不要跟我抢哦。可是妈妈说。是啊，这就是妈妈教我们的，要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，真是太棒了。那你们快去找吧，不然等晚上还找不到住的地方，就要睡在外面咯。妈妈跟我们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，用眼睛观察。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你们两个动作快啊。松鼠大哥，你们这么急要去哪里呀？哎呦，你不知道现在是老鹰出来找东西吃的时间吗？我们要快点回家去躲起来。老鹰？是呀，我看你也快点去躲起来吧。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动作快一点，我们快点回家了。啊，真的好危险哦。嗯，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。嗯，大哥，不好了啦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你没听说吗？小弟居然跑去跟老鹰一起住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对啊，他把巢就住在老鹰家。他把巢住在老鹰家？难道老鹰没有吃了他？就算老鹰现在还没有吃了他，但是迟早有一天他也会被吃掉的吧。
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哎呦，我上回啊还帮他找了一个美丽的碗要给他当巢，他连考虑都不考虑。真不知道他平常的聪明都到哪里去了。要去找一个牢固一点的地方来住才好。嗯，那在你找到之前，可以先跟我一起住啊。这里哦，不但食物很充足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可都不用怕哦。不怕刮风下雨？那如果是老鹰来的话呢？老鹰，快点，快点躲起来啊！我想我们就要被当作午餐吃掉了。哎呦，到底谁能来救我们呢？别再叫了，这里怎么可能有人敢来啊？大哥，二哥。哎，小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快点救我们两个出去。大家动作快哦，要在老鹰妈妈回来前离开，不然就惨了。哦，快快快快快快！还好你发现我们。我就住在老鹰巢的下面呢。住在这里很危险吧？不会啊，住在老鹰巢下面反而比较安全哦。比较安全？是啊，住在这里根本没有其他的坏人敢来。而且老鹰为了保护它的巢，就算知道我住在楼下，也不会怎么样啊。有道理耶。原来如此啊。是啊，你们还记得妈妈说过的话吗？用眼睛观察，用心思考。我就是观察了之后，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哦。那小弟，我们决定要来做你的邻居了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好啊，以后我们三兄弟可以住在一起了。耶，太好了，真聪明耶。什么时候举行啊？就是明天一大早，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哦。呀呼，我一定可以拿到这一个月的食物。是我是我，我跑步很厉害的。什么嘛，大家不要忘了，森林里跑得最快的可是我耶。好了好了啦，大家别再争了，明天比赛结束之后会就可以知道了。没错，明天就知道了。哎，我说乌龟啊，你该不会也想要参加吧？我当然要参加了。哈，乌龟，你还真有勇气耶。是啊，好大的勇气哦。
你们不要瞧不起我，不管要花多久时间，我一定会完成的。那这样好了，我来跟你打个赌，我赌你不可能在时间之内跑完的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个人再提供你一个月的好吃点心，啊，怎么样啊？你们等着瞧好了。我们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大赛要开始了，只要能够在太阳下山前绕过前面的山再回来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食物。各位参赛者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乌龟老弟啊，你也加油啊！谢谢。大家的动作还真是慢呐，一下子我就超前那么多了。不过，反正只要在时间之内跑完就好，不如我就休息一下好了。太阳怎么这么大啊？还好我够聪明，不用自己跑，我还可以睡个觉，等醒了之后就可以领到那一个月的粮食了。乌龟经过萝卜田，一旁的小兔子正在睡觉打呼，乌龟没有看到，继续往前走。哇，没想到胖胖的身体也可以跑那么快啊！哎呀，我看啊，你就算赢了比赛，一个月的粮食大概一个礼拜就被你吃完了。你这只烦人的猴子！哎，你这只跑不动的胖子，谁说我跑不动啊？哎呀，胖子，快点下来啦！我最讨厌人家说我是胖子了，哎，快点下来啦！我偏不要！哎比赛居然是乌龟第一名呢，其他的人呢？奇怪了，怎么都没有回来啊？还来得及吗？对不起啊，马拉松大赛已经结束了。都是你啦，我本来可以跑完的。你还怪我，明明就是你老鼠也回来了。
我终于到了。哎，你是怎么了？我从东边的山上跑回来的。既然大家都回来了，那么我要宣布了，今年马拉松大赛获得一个月粮食的就只有乌龟。另外呢，我也会监督兔子答应要再给乌龟一个月粮食的赌注哦。恭喜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兔子哦。